喺我隔篱呢个咧，就系头先帮我哋提供一个消毒涂层服务公司嘅老板 Timothy 啦。佢唔单止派咗同事嚟帮我哋做清洁啦，咁啊，我哋好放心行嚟吓，佢亦都自己亲身上埋嚟同我哋讲解啲嘢。Hello Timothy，Hello 你好啊，系啊，咁头先我讲过啦，即系我哋见我成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做咗两个 step 噶。嗯。系啊，我哋首先就系做咗一个长效90天嘅物理性针刺嘅涂层啦，消毒涂层啦，咁啊杀晒成个空间所有嘅杀菌病毒先啦。咁跟住第二阵，我哋就再做翻一个嚟自比利时嘅益生菌空气嘅消毒嘅一个药水啦。咁呢个就系纯天然嘅嚟补充翻我哋啱啱杀晒成个空间乜嘢都冇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嗰个过程系破坏咗原先呢個空間有嘅一啲嘅益菌嘅平衡嘅，咁所以我哋就加翻啲嘅新。我哋其實係一間空間健康管理嘅一間公司嚟嘅。頭先啱力貴公司就提供個服務俾我哋嘅鋪頭啦。啲針刺式其實我聽過下啦，其實係咩原理嚟嘅咧？就係、是、等於一個睇唔到嘅隱形嘅保護膜啦。我哋咧就係、是、全球第一隻專利嘅一個牌子啦，同埋就可以俾你摩擦嘅。一乾燥之後會可以俾你洗去抹去掂，浸塗層都仍然喺度。呢90天咁樣樣。我哋公司揀嘅所有原料都係對人畜無害嘅。咁佢個毒性測試係安全過我哋飲橙汁嘅。係，所以即係譬如 B B 仔啊、新聞仔掂到嗰啲塗層咧，唔需要擔心嘅。係，有啲就唔得，但係我哋呢只係安全嘅。是用物理性的，是啦，即是它是不会受制于个环境因素，咁都可以持续做紧一个杀菌的功能。已经相对安全的。是，同埋安全啦，同埋真的有效咯。咁我哋好多客户俾我哋嘅见证就是啲小朋友嘅交叉感染係好係冇咗咯，係一種天然嘅抗病原嚟。係，我哋呢一隻就攞咗全球第一隻專利嘅。大型嘅客户，譬如政府機構、政府嗰啲機構啦、機場啦、西九啦，咁都係揾即係睇到我哋嗰只藥水嘅唔同之處咯。係啊，即係一般我哋用家其實未必知道，可能聞到最多聞到陣味啦，係啦，你都唔知道藥水係咩成分啦。但係而家呢只咧，阿 Timothy 公司就非常正，又因為天然啦，又有物理刺穿啦，即係又唔會有啲化學物質啦，而且都 test 過係人畜無害嘅，話仲可以90日之內咧。佢其實即基本上係你有摩擦，其實唔會就一摩就甩咗咁。冇錯，係可以俾你抹好多千次嘅，都冇問題嘅。即噴咗個梳化度，其實我再用水抹啊，其實唔會甩。用酒精啊，用清潔劑啊，都唔甩。另外仲有第二針喎，第二針嗰針係咩嚟？頭先解釋過。第二針我哋係做咗一個比利時嘅，咁啊一個叫做益生菌嘅空氣消毒藥水。咁全球講緊用益生菌去做空氣消毒嘅咧，暫時係得兩個國家有嘅啫。咁另外一個國家就係以色列。咁我哋呢一個咧就係比利時，我哋都係我哋公司獨家代理做的。哇！咁呢個係益生菌嘅空氣嘅一個消毒藥水啦。咁佢個原理係乜嘢呢？佢個原理其實就唔再係消毒啦。佢係用緊一個鬥人多鬥快亞地盤，以益菌去抑制住一啲壞菌嘅技術。就可以不斷在呢個空間入面持續咁樣去保護呢一度嘅人啦、動物啦、植物啦咁樣樣。因為我哋啱啱做完成個空間嘅消毒，其實我哋破壞咗你呢一個空間入面嘅一個原本有嘅生態平衡㗎啦，即係連益菌都殺死埋，消毒就係咁啦。所以我哋會再加翻一個益菌落去呢個空間度，令到呢一度個環境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好嘅空氣嘅保護，因為空氣那個細菌病毒是去不到零的了、就算我剛剛幫你消毒完之後那一下很乾淨、但轉個頭有空氣入到嚟或者人行嚟行去其實空氣再一次被感染到、你又不能夠再做空氣消毒的了嘛、但是你又不可以不做、所以就用一個更加天然的方法就用空氣益生菌去一些益菌去養住呢成個環境成個空間再是一個消毒的產品，不是消滅它，因為你每次消毒都會有副作用，就會產生抗藥性的細菌病毒。但是這個它就是用一個很天然的物質叫做益生菌，大家都會吃落肚去保障我們的腸道健康的。不過現在就是噴它出來，噴它在空氣裡面，比較天然的方法，就不再是只是一味的消毒。即係呢一個做法就圓滿啲嘅，一方面就保護咗咧，又噴一層塗層保護咗，可以刺穿啲病毒啦。第二樣就係益生菌再補足翻成個空氣環境係比較平衡翻啲。冇錯，甚至本身頭先你聽我講話，益生菌本身都可以殺滅一啲
COVID-19 嘅。係啊，哇，係咁好。佢已經有上年年尾有一個德國嘅大學出咗個報告。咁我哋呢只益生菌原來都係可以有效咁對付呢個新冠嘅 COVID 呢個19呢一隻病毒嘅。但係獨特之處就係可能呢啲係攞咗專利咧，喺香港可能即係得你公司有呢、這個。香港暫時未有其他。係咯，即係一定要揾翻呢間公司先得啦。咁有興趣啊，留意翻呢條片啲 link 啦，咁可以揾到呢間公司噶啦，6個人啦。唔該曬，好，唔該曬，Thank you，Thank you，好，Thank you。